从前呢，有这么一户人家，只有老两口。老头儿那是天天起早摸黑，勤勤恳恳的劳动，为的是想把日子过好。老太婆呢，天天烧香上供，十分的虔诚，也想把日子过好。婆子，瞧今年的收成，往后的日子嘿嘿，错不了啊！瞧你乐的，那还不是我天天烧香上供，求财神爷保佑的。你看，我看不出他有多大的神通。哎呀，可不能得罪财神爷呀！就这样，老头夏天劳动，老太婆烧香拜佛，一年360天，天天如此。一天天过去了，生活并没有好起来，怎么回事呢？老头心里纳闷儿。眼看着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钱都被老太婆买了香烛贡品烧成了灰，为这个事儿，老头和老太婆总吵架。罪过，罪过。钱财，这日子怎么过得好啊？老头的行为使老太婆着了慌，忙求财神爷宽恕，回头指责老头：你不敬神明，把财神老爷气跑了，往后这日子怎么过呀？哎呀，真是罪过，罪过。老太婆要老头磕头赔罪，老头哪里肯依呀？能过上今天的日子，也是我天天烧香上供，求财神爷保佑的。老头子，老两口谁也说服不了谁，哎。真是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。老头见吵架不顶事，独自坐在门槛上抽旱烟。财神爷，我们老头子不懂事啊，得罪了您了。
求求你宽恕我们。老头抽着烟，阿弥陀佛，抽着抽着，阿弥陀佛，脑筋一动，有了主意。阿弥陀佛。求财神爷宽恕啊。财神爷，我饶命啊！哎呦，求求你，求求你饶命啊！哎呦，我要归天了！你说什么呀？哎呦，我正睡着呢，忽然供桌上一道金光，把我吓醒了。我睁开眼睛一看呐，不得了了，财神爷显灵了。他一步一步走了下来，站在供桌上，飞起一脚踢翻了香炉，然后跳下供桌向我冲过来，拉着我说：你骂我财神爷该当何罪？
说完了要拉我去见阎王啊。哎呀，财神爷，你饶了这苦命的老头子吧。哎，财神爷，饶了这苦命的老头子吧。老婆子，我求过了，我已经求过财神爷了。啊？他说想活命也行啊，叫你老太婆捻一年的线，还要我天天到山神庙烧香上供，这样就让我多活一年，不这么做就立刻要我的命啊。那你答应了？我想求他让我再多活几年，你却拼命地推行我，我想求也求不成啊。只见金光一闪，财神爷不见了。哎，瞧你啊，不信神灵，这回可闯了祸了吧。我劝你啊，还是照财神爷说的做吧。哎，如今后悔也晚了，再多也只能活一年了，算了吧，算了吧，算了吧。哎呀，就让阎王爷把我抓去吧。你胡说什么呀，只要我们心诚，也许会饶了我们的。啊，哦，好，我烧香，我烧香啊。那么你呢？我捻线。从此老太婆一心一意地捻起线来。那么老头呢？他当然不会去烧香喽。瞧，他藏好香袋，拿起锄头，又下田干活去喽。日子过得真快，转眼到了年三十，眼看老头的死期就要到了。这一天老太婆特别伤心，老头却和平常一样，背好香袋，提了线包，欢欢喜喜地离开家门。这些东西都是咱们家的，哎，当心。嘿嘿，老婆子，你捻一年线，我干一年活，挣了钱
买来了耕牛，嘿嘿，还有房车，日子过得乐悠悠，嘿，乐悠悠，嘿，乐悠悠。天哪，这一年你没去烧香啊？嗯，你没有去上供啊？啊，那你不就要归天了？那是我骗你的，香炉是我摔的，求财神爷饶命是我胡诌的。啊，胡诌的？那财神爷？哪有什么财神爷啊？这么说，嗨，你不会死啦？死不了喽！瞧你，瞧你，瞧你，害我一年没少掉眼泪。哎，你来瞧啊！哎呀！从此，老太婆再也不求神拜佛了。老两口齐心协力的劳动，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啊。